太君，太君，钱队长说您叫我来，到底有何吩咐啊？司会长，你抓了武三，给了大功，马上，我要让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。哎，这是应该的，那是我极大的荣幸。我要让你好好的看一看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如何把游击队拿下的。快！我想，他们很快就到了。快！他们占据了居高点，居高临下，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吴喜春，李三鹏，没想到那么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少给我来这套！你挟持一个老人家算什么军人？你赶紧放了我爹！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宽容，只要你放下武器投降，我就放了他。而且，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活着。你放屁！孙武信你个老杂毛！这笔账我早晚得跟你算。你爹才是个老杂毛的，他今天该死了。嘿嘿，我不跟女人斗嘴，一会儿看太君怎么收拾你。好了，把人带下来。爹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爹，喜春，喜春，爹千万不能去，听我的。那我爹在上面怎么办？等等再说。吴喜春，你眼睛看着你爹为你而死吗？想清楚了。有种你跟老娘单挑，你把我爹给放了。我没时间陪你玩游戏，很简单，你投降我就放了你爹，不然的话你爹就得死。你少他娘的放屁，你要是不把我爹给放了，我饶不了你。是吗？饶不了我，我看你怎么饶不了我！放开！放开了！放开！放你！哎呀！放开了！住手！爹，喜春，你别上他的当！你看他打我爹了吗？怎么样？我喜春，选择嘛，啊？给我松开！给老子松开！想干什么？你们不就是想让游击队投降吗？抓我呀！你们算抓对了。游击队长吴喜春呐，那是我的闺女。从小她就听我的话，我劝她投降。太君，你别信这个老杂毛的，这老杂毛就胡说八道。司红星，你闭嘴！别挡我发财的路，你以为就你爱财呀？我他娘的比你还爱财！我要是劝游击队投降了，给我什么好处啊？只要吴喜春投降，我就给你军票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军票没用，军票这玩意儿不值钱，我不要，我要黄金，20根金条，怎么样？20根，他娘的，这老头子疯了，这是。好，我给你20根金条，只要吴喜春投降。但你记住了，我要耍花样。哎呀，不会，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，快给我松开！给他收吧。喜春，这老日本鬼子说了。你们要是投降了，就给爹20根金条。
爹，那骗你的王八蛋，你可别信。20根金条啊！你爹我发财了，你投降不投降啊？爹，你别上他们的当。喜春，你们要是不投降啊，人家就把你爹给杀了。从小，你娘走得早，爹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？不听爹的话，爹，我肯定不能投降。好，八个丫头，你是什么老东西？爹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记住爹说过的话，要像杀猪一样，多杀小鬼子。哎，耶！哎，耶！小智，西春，我对不起你。思雨，你起来吧。我爹的死跟你没有关系。可是，要不是我爹，我老爹他也不会。这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今天要不是你啊，可能我连我爹的尸体都抢不回来。司红星这王八蛋，如果有一天我亲手杀了你爹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他投靠了日本人，我已经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踏进司家大门一步。好，那既然那样，你就留在我们游击队吧。西川，谢谢你。大家都辛苦一天了，就去休息吧。小驴。
带着狗蛋去睡吧。